彰化县政府为了调解县内移工们的身心健康，鼓励雇主重视并落实移工居住安全，21日启动移起乐活 at 彰化移工系列活动，活动多元精彩可期。劳工处长鼓励移工朋友、劳工朋友及雇主们一同共襄盛举。移工乐活 at 彰化，那我们期待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多元的活动，那这里面包括有乐健康的球类运动，包括有乐陶冶我们的一个摄影竞赛的活动，包括还有我们的乐安居我们的宿舍评比的一个活动，那还有最重要的在地轻旅行乐悠悠这样的活动，那我们期待能够在彰化这一块土地带给劳工一个好的一个工作，更有好的生活，更成为他们将来一个好的一个回忆。移起乐活 at 彰化移工系列活动包含乐健康、外国人球类竞赛活动、乐陶冶、发现彰化之美、外国人摄影比赛及线上票选活动、乐安居、外国人宿舍环境评比竞赛，还有乐悠游、外国人彰化在地轻旅行，期待让彰化走向世界，成为移工们记忆中的新故乡，欢迎大家踊跃参与。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。